这就宽大的，这就宽大的，嗯，这就宽大的，这都修，这个马就是啊，你看看，哎呀，是吧？长了那么几个月，这几个月长了，长了几个月了，然后那些土就树树桩哈，树就种上了，就啥种子了，啊，那现在有点不急，那下雨就涝了，美丽乡村啊。哦，对，美丽乡村建设，这些基础设施建设要比以前做得好。种白菜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卫生条件也改善了，这是事实。我们来看看这里的田野啊，对，收白菜了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我们看看收白菜。嗯，看一下嘛，参观一下嘛。现在白菜那么贵。对吧，我们路过这个村的时候看见这田边那么多大白菜，好像开始在收获了，了解一下，咱们也参观一下啊。还在包心呢，你看这一片啊，那边还有菜花啊。哦，这边在收大葱呢。哎，您好老乡，咱在收自家的种大葱是吧？哦，咱这葱，收了以后是自己吃还是拿来卖呀？拿卖。拿来卖是吧？嗯。今年种的怎么样？觉得？今年落的还没去年强。没有去年好。嗯。嗯，比如说它哪儿不如去年？这杆儿不够粗还是不够长呀？粗细不够粗，去年了吧？哦哦。去年都这么大。哦，就你看今年是不是？小的多是吧？今年小的多，小的多，嗯，就是前面在集上卖那叫还强，就是您这个种的比集上卖的还强，嗯，哦，你像您这个能卖多少钱一斤？好像就再涨这么点，涨事儿吧，就好像就一个价，一般就三块钱。哦，三块钱一斤，嗯，啊，那您还是卖的地道了。嗯，哦，胡萝卜您这还没收？嗯，就涨这么点儿，嗯。哦，做了这么两趟哈，嗯，然后哎呦，对，不是，嗯，都你还没冒出来呢啊，哦，嗯，哎，你不用拔，哦，这还行，嗯，这还行，哎，你看自己种的胡萝卜，嗯，种了完，再过了，再帮忙出熟才种的，出熟以后才种的，嗯，哦，咱种了完了，种多还能大。还能再大点，头一球装还能大。哦，胡萝卜不怕水哈？啊，不，它不怕。对，怪不得呢。我说，你看胡萝卜还行哈，总还是有点收获。你好，大爷，这个白菜是咱种来自己吃的，还是拿来卖的呀？吃，哦，就光自己吃不卖是吧？没籽儿，没卷起来，下了今天被它瞎了。被它瞎了？嗯。为啥呀？下雨下的落着，哦，落了以后，哎，不长，它这个芯儿就不卷了，哎，不卷，哦，不过也就是自己吃嘛，也无所谓，这些凑合着吃嘛，凑合着吃，要是卖的话就勉强了，哎，卖不上价了，不急就喂鸡，哦，喂鸡，把那个外面包的叶子喂鸡，里边自己吃，哦，是这样的，能种了几亩呀？几亩地儿，四六地，这四六地，一家没地儿，一家都没地儿，哦。这些都是自留地，啊，自留地一三里地，一个人三里，能家几口人？要把这九个月才就二百来地儿。哦，这不到三分地。不对。这萝卜是谁种的呀？这萝卜瞎了是吧？又瞎，对呀，怎么长这么小个儿？你看这个小萝卜。不长。那你这种子是什么时候撒的呀？这今年秋种了，一打这么大这么高，这是老的就不长了。哦，就现在就再也长不了了。这就是长到那这么大是吧？哎呦，好可怜的这个，真是那白瞎了。一天瞎，萝卜瞎了，谁没瞎今年？哦，那是那今年就得买菜吃了。啊，就得买菜吃。嗯，难怪呢，都说菜价涨了。哎呀，白菜两毛两块，都得萝卜两块五一斤。所以到了田间地头，看到这个真实的场景。在和这些农人们啊，就是种地的老乡们了解情况以后，也就能知道了这个菜价涨的真实的原因之一。好了，这次就分享到这里吧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请关注、点个赞。咱们下期见。